行头很大、啊。是，来哇，小五哥，唔知是要上啥，刚未上一台面喎。哎呦 ，Oh my god， 这什么名啊？这是我演唱会的那个开场的那个披风。哇，这算是战袍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我希望有一天金军能够站上巨蛋，然后像小五哥一样可以。闯出好成绩，谢谢。哦，哇，这个披上战袍是不是？哦，啊，这战袍嘛是金闪闪的哈，金光闪闪的战袍，披上我们金金的身上，希望给他加持。哎呦，这个等一下会爆炸吗？会不会？因为我看你那个有装机关呢。哦，小我摸你的话，哎呦，我今日带你行变总驾人，唔知啊叫做加盟霹雳布袋戏，哎，好，谢谢小五哥带来的战袍，啊，拍一下照好了，小五哥，你要摸另外一边不？另外一边哦，你看嘞，你摸金没有？哦，安尼好，好，哦，足够水，哦。好，来后退一点，来，非常有意义的这件战袍，这个披在金金身上啊，小五哥两个站在一起，非常好的一个画面，这个画面叫做降师献瑞，非常好，好兆头，对，谢谢。两位中间哦，小五哥高高追，哦，金甲战袍，哦，机关呢，哦 ，LED， 哦，还会喷火，哦，赞，哦，旺，好、哦，右边，好，右边。好，谢谢，哇，好，那来三位一起好了，好不好？来讲一下话嘛。好，来，好，那边，来，他对面有你恭维，嘿，来。啊，说实在的哈，啊，我们豪记真的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大家族，然后啊，老板对我们的好，然后我们。啊，大哥大姐也会对师弟师妹完完全全的付出，然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哈、哦。啊，最后这里多等着小燕子，哦，他还对跟我很大的一个拥抱，然后小燕子真的是虽然很红，可是她还是很可爱，然后她从小就一直叫我阿姐，到现在她还是叫我阿姐，然后我跟金金讲说，在台上叫哥哥的话。私底下叫就不要紧，然后小五哥一定会全力的，就是加持帮忙哦，有任何的需要就跟阿姐讲一下好不好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这每个人都叫小五哥阿姐，对，都提携我们的后辈好不好？一定鼓励加持。